虎扑起腿，提膝。其实复杂吗？不太复杂吧，慢慢练这事儿特别简单，哎，是吧？是吧，浩老师？我知道大家伙对这个东西一说，这你怎么打人？浩老师来，很多人都认为，你这怎么一分往外一分，一提膝拍脑袋，是吧？一摁拍脑袋，拍脑袋拍不动啊！这浩老师这一拳就怼过来了。对吧，哈老师？这个虎扑呢，这是一个练的一个力量的问题，也是一个技巧的问题。但是如果跟人一临敌的话，又得讲到身似蛇形脚似转，对吧，哈老师？提膝伸手，哈老师不非得提膝就非得是磕裆，磕这个膝盖也一样，就跟体步，对吧？对吧，哈老师？身似蛇形，这叫蛇形吗？这是雄形。总他妈这个愣劲，我的力气大，人家那一拳不一直瞄着我的脸呢，是吧？身似蛇形，就说人家一动手的时候，可能我得侧锋入，我得躲开他呀，我得转进去啊，我不能愣顶啊，愣顶是我愣开门嘛，硬开门我愣进去了，对吧？身似人，我得往那边转啊，那一转进去了，是吧？有时候可能没转进去，就是真怼上了，怼上你也得认头。啊，不是你的手就是你永远占便宜，人家永远怼不上你，怼上也得认头，咬着牙也得进去。虎扑啊，说了半天这跟虎扑是不是没合不上龙门了，是吧？你那个不是这么分吗？人家一伸手，我可以分单往这面分行吗？是吧？咱就这么一比划，或者说这单奔后脑海也是单吧？一单，哎，这算不算虎扑的啊？是不是？哎。他怎么倒下了？浩老师，你太配合了，是不是没使劲儿？是吧？一分一比划一提，这都算虎扑的。这个，这是一个虎扑的，还有一个虎扑是往上提。这个虎扑啊，猫脑门往下摁的时候。其实它只剩颈椎了，这个颈椎没多大劲儿，一摁它顶着走的时候就往斜处摁，它是不是立马就没劲儿了？正摁蹲住了，是不是还有点劲儿？是吧？一斜摁是不是就没劲儿了？二老师，是吧？如果再加上这个千斤坠一踹，二老师现在配合的特别好，特别完整，这算留手。真正狠的是这下摁下来的时候，拿着他的后脑勺奔这个地上，让他摩擦，让他摩擦，是吧？自己扑得下来，对吗，浩老师？